谢谢，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魔术师表演魔术，然后我们看到很多魔术师用扑克牌变魔术，对不对？大家可能看到扑克牌已经腻了，想吐了，已经烦了，不想再看到扑克牌。对呀、啊。所以接下来呢，这边还是一副扑克牌，但是跟一般的魔术有点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好，今天除了扑克牌之外呢，我还用到一样东西，这个。打动机，检票，打动机，打动机，打动机。广东话讲打龙机。系啊，还蛮敢讲啊，好犀利噶。劲啊！打动机，好。打洞机要做什么用呢？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。不是穿耳洞。好，这边有张鬼牌。嗯，看着。哇哇，好厉害哦！啊，这有什么好厉害的？就是个打洞机 ，OK。太好笑了，你。做反应了，这样很厉害吗？你别管他，别管他，您继续。他今天有点喝了黑咖啡，会有这种感觉。你需要发泄一下，来见我。不要把他当陈小春啊！哇，好像车长小姐哦，显得还蛮帅。看这个，看出一个人的个性，显然也是有躁郁症的人。心理测验节目。好，这证明是一个普通的打洞机，对，其他用不到。除了打洞机之外呢，我还需要，诚如各位所见，扑克牌。嗯，好，这个叫做扑克牌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是。好，选一张。哎呦，动作这么快！选一张，选一张，给所有的镜头看，给所有的观众看，但是不要让我看到。OK， 好了吗？好了， okay, 看到了。这是一支笔，我希望呢，你在牌的正面签个字，所以正面就是这一面的。嗯、okay.。好，签个字，签什么都可以，签大一点。好，为的是要证明呢，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张牌。不错，不错。好了吗？有创意了。好，给我。哎呦，好，吓死我了。好，这是你签的名，是什么？对。好，好，仔细看。墨水吹干。这样子你不厉害了。没有，我不是要猜这张牌是什么了。哦。我不知道他这张牌是什么。那你刚刚转过去干嘛？要做什么呢？我要拿这个打洞机，在上面打个洞。嗯。好，大概在这个位置打个洞。但打洞之前，我先跟你讲，这个扑克牌有很多张。你从里面随便选了一张，好，完全是你自由意识。你可能选到这一张，你可能选到这一张，你可能选到这张，你选到任何一张，都有可能选到。对，可能选到这一张，对吧？对。我刚说这叫什么东西？打洞打洞机。打龙给。打龙给。先打个洞。像这样子。好。看得出来这是个洞吧？嗯，好，东西在下面晃过去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它穿过这个洞，看不到下面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对。重点来了，我们常看到魔术师把东西从 A 处变到 B 处，对，这个在魔术的术语里面叫做转移现象、，transposition。OK， 在这个领域里面呢，最困难的是移动什么东西呢？洞。移到别人的位置啊？是搓牌的意思吗？把它搓回来的意思吗？没有那么简单。接下来仔细看，接下来。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好，看得出来洞在这边。对啊，对吧？手上没有任何东西。好，第一步，我先让这个洞从这个位置移到这个地方来。啊